来把木魂岩。这差不多得了。你将永远无法治愈，但我会送他安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打着杰西可不好办，他玩儿呢，哎，怎么老打远程英雄？会获胜的。我你没买装备？哎，我买的水晶瓶儿，我没买上吗？我以为我买上了呢。如果他们能见我所见。他们就会渴求死亡。这些岛屿等六中路大头还行，别打那大头就行。早知道打杰西，我带个征服者了。这一下抠也抠不着的，我一下不灭也打不到的。我给个大嘴巴子。我仍在呼吸，我的所为是正义。烦死了！可怕的一点一滴，一直点。这波他升了。多走走位啊，省着他打炮。好。你衰败，然后不省人事。前期确实我们有点弟弟，出来吧，小蓝林汉！向江河之人致意。他带着水晶瓶吗？他带着多兰剑，那还好。再来座坟墓，出来吧，小蓝林汉！框住，平 A 往他前面走。我给一个大嘴巴子，你还跟我打？我炮车漏了。为了让他回来而工作。靠！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迷雾会将我交付于海浪。我必须挖下去。四个小蓝连汉推线，还交闪了，刚才是不交闪了？小蓝连汉给我扑，我框。所有东西都会凋谢。可以说你先扛塔，一下闪现 AQ， nice。这波得交闪啊，这波不交闪这梦魇容易死。肉体之谜，咱俩吃个塔皮儿来。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已经死了，你他将占有你。我的炮车，回家无敌了。先来个这个，死亡曾用来表现，来个皮孩，谁死了一把？拉克斯。
我们先来个分离者。为啥掘墓人要点血统呢？你们觉得？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因为续航吗？宛如瞬间，对我有了药官就好办了。生命就是沼泽。上，小蓝烈汉，再来一个。来座坟墓如何？再来个坟头，我们就把他杀了啊！上！我不是暴君，我哐！这些灵魂往那前面走，全凭他们自己的力量。我给你一鞭铲！这直接拍到。别墨迹，赶紧给他推过去。我去找你了。生命是一场多么甜美的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荒柱，回来。你可能还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我觉得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破坏王者很快就会遇到。荒柱，哎，佛爷哥，快快快快快救一下！异象，闪现了！哎呀，女朋友没了。这什么玩意儿了？哎哎哎，咦、哎，一他一下。该回家了，兄弟们。这大头，小心点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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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谁不跑？看谁不跑！那叫佛爷哥。传送，灵物来找你了。一经触碰，就会腐烂纠缠。哐！我给你个大嘴巴。跟我耗是吧？没事，再打下我可以跟你耗。先整几个坟头。我这 E 好准啊，对吧？还是说这个英雄感觉这个 E 技能框住 AQ 呀，闪现了，行，我必须挖下去。闪现就闪现吧，还有一小会儿，朋友，然后就休息吧。亡不总是一种解脱。给他一顿拆。好雨会记住的。他过来打炮就让他打。哐！观看他们的秘密一下。寻找着可以扎根，先回去吃口屎啊，两口屎是最好的。这波没大，有大把他杀了，等个九秒钟吧，等个六秒，他马上过来，过来我们给他框住，然后开大把他杀了。好，他刚好把技能放了，从受到刺激框住，可以。杀不了。想要的东西。区区有点低，没框住，这不是。拔地而起的诅咒。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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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
哎，你挺狂啊！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太不智能了，真的弟弟。起来，啥门愣啊？然后重回这个世界，我就要腐烂了。再来座坟墓如何 ？Rampage！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超脱之境在等待着你。没关系，我宣布你的一扫没了。我必须挖下去。谁来了？撤撤撤撤撤！来人了，我们就撤。哎，还有个大头，大头要杀人，我可吓死了。哎呀，这大头怎么有火箭炮呢？坏闪现啊！这闪现闪的有问题。快来救一救，帮帮他！哎，好像能打。哦呦，一换一，还行。那杰西连蓝都没有，他追啥呀？我马上到。这一般堕落景象就会结束了。岛屿会记住的。鱿鱼挺烦人呢，没事啊，我们先给这个插个眼儿，好多眼儿啊。如此多的灵魂可以解放，大头儿子。打了打了，超脱之境在等待。努力打波团啊！干啥呀？光柱开大招，锤！先走位，别着急，平 A 往后拉，虚他一下，虚区有点高，但是他们家应该要都死，应该能打得过这波。这要都打不过，这大头没有蓝了，这大头闪的闪的闪，哎，动他！正好我们的传送时间跟我们的死亡时间是相同的，这波去上古啊，就是我那大没了。你咋不打个峡谷先锋呢？哎，这福叶哥活得挺快呀、啊！帮他一下。生命之泪，保佑我。这位置插个眼儿，干扰一下啊！但是我们不上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一下，小蓝莲汉给我上。这些灵魂。慌帮助，不入终点，再一下，我必须挖下去。岛屿会记住的，共斗无法铭记。去他们的野区插点眼儿，防止对面赶上我。我给你一鞭子。你是个啥呀？你跟我打呀？先救救。福叶哥这么不怕死吗？诅咒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
先召唤四个小弟弟。地方安息吧。他推线有点慢呢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一台鱼啊，框住，给一点铲，直接开大，抡接个扣，飞他 ，OK， 你把他飞死，我们直接拆一拆二塔。快拆塔拆塔，别在那收兵了，踢你一下，框住，再见，大头儿子，我操你头，哎。这大头这炮台蓄蓄有点高啊，先来个破剑者，上路咱们算是拆完了啊，现在我们去下路拆。给我套了个点烟，我在想这掘墓人出点什么装备推线能快点。巨型九头蛇来一个，因为我必对十一级说下超脱之境，一方我永远无法达成。寒冰，寒冰什么装备？一三零。哎，他们家这鱿鱼挺有意思的。为了生命，我必须。他们家这鱿鱼不在下路待了吗？死亡并不可畏，岛屿会记住的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你挺猖狂的，还要打死我？不咬死他，咬蓝脸汉，差一个收集者。灵魂在哪儿漂泊，我就前往。我拍你一下，操办你的仪式。我再拍你一下，我框住你，一开大，拍你一下，要跟我硬怼。可以，难受。我应该死不了吧？可以啊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这波不打了，我们回家。哇，拉克斯这么猛，拉克斯。这波先回家。我说停停，不打了。我们来继续带下，一下三口。人可以凝视坟墓很久很久。妈要跟我拆下路，拆塔，这玩意儿拆塔真是没有巨额费。先走，打不死，那很肉的。不用管他们啊，我们就继续推。玩掘墓人就是猜，由于 Killing Spree 不管他，直接上高地。在这之外的是什么？但他肯定比这东西更好。杰西死了，我被射了。你咋不打人呢？你干啥呢？在这瞅着瞅半天。
想拆我一塔，你挺狂啊！我那侍女跟我来不？那拆我的一塔，那不能给。一个塔你们都别想拆。老宇会记住的，有我在，塔就在，人在塔在。地所付出的代价而言，我们的灵魂只是九牛一毛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管他，让他走。框他，我杀吧你！操犯你的仪式，依你。我将占有你。撤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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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虚区有点恐怖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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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！这些岛屿死了死了！哎呀，射我！而现在是牢笼。先来个巨型九头蛇。投降了。给大家结个账。